好吧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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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。丽丽，你去哪儿啊？让我们乐呵乐呵吧。走开，走开。来来，别小妞儿，错呀啊！放开我！你放手！走，放开！哎，人家玩会儿，藏也是躺在胳膊身上。放开我！来，这边这边，哎呦，来吧，乖了，乖。谁我跟你小妞儿？放手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又这两个！放开我！哎呦，松手！敢打我你？啊！不要命了你小妞儿？放开他！来吧！没事吧？还不赶快给我滚！快走！糖糖，糖糖。哎呀，糖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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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糖糖，糖糖，吓死了，知不知道？我刚才在朋友家睡了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，你放心吧。糖糖，你确定你没事吗？啊，你确定你没事吗？真的不要我去接你啊？啊，不，没事，真的没事。那你自己回家当心啊，下次不许这样了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帮我去开门啊！啊！愣着干嘛？小鹿把我换洗的衣服送来了。
因为我有洁癖，所以先开了一个房间，等小鹿给我送干净的衣服过来。对不起，总经理，我一定负责把衣服送去洗干净，然后房间的钱我也会赔给你。你不用做这些，不如你做我的情人吧。那个总经理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哎呀，你回来吧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啊？总经理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开玩笑嘛？吓死我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你可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可以让我开怀大笑的人。记住，下次可不要喝醉了。不是每一次都会这么幸运的。知道了。OK， 很晚了，我叫人开车送你回去。谢谢总经理。总经理的办公室，你肯定是来偷东西的，是不是？我是来，胆子不小啊！保安，保安，过来！我是来送资料的。你好，曹大叔。你们来的正好，这女孩子自说自话的在总经理办公室，肯定是来偷东西的，马上报警，让警察把她带走。我不是小偷，快点啊！好，啊，走。我不是小偷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我看你还敢这么凶，你们俩给我听着，这件事我是一定要彻查的，让我发现这谁把她放进来的。立刻叫他卷铺盖走人！我不是小偷，你们听我解释。干什么？你，放开！啊！唐唐是我请来的新秘书，你们走吧。不，这，他，唐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幸好你来了。